把元娟公主拉出去，杖刑五十。是。不好，你真的要打我？拉出去打。是。娘。太后说的都只是气话，你是要是敢打我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公主，你得罪了，奴才们是奉旨行事，不打你，太后会砍了我们的脑袋。那你们也不能打我，我是公主，你们是要是打了我，我也要你们的脑袋。燕娟，怒后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去老虎关打兔子是谁叫你去的？真的没有谁叫我去，就是我自己要去的。那好，那你就别怪我狠心了，给我打。好大的胆子，来人呐，在把他拉下去给我砍了。是。